好苦啊！你这被你太打了吧？再说，打呀！打吗？打！你要体验就深度体验，一天被蛰上百回都 OK 的啊！不，别别哎！哎，眼泪出来了。你还没跟我走进去呢，你先站起来，你坐到牛身上了。其实很好玩，很可爱，抓一抓，你学着叫我教你抓它翅膀就行。翅膀在哪里？翅膀在我额头上，我拔一下翅。抓了。别装鼻孔，别装鼻孔。他不准。耳朵有菜，拔菜。来，我刚才已经拔菜。这是科普小课堂啊，就是你在被蜜蜂蛰的时候，尽量快速的去拔刺，对。然后你拔的时候不要用手去捏，是刮掉，刮，用力。你还有一个缓解疼痛的方法，就一般用是那个肥皂水。然后它就会疼痛就会缓解了。知道嘴巴的存在吗？感受得到啊，很轻松啊，小小蜜蜂。蜜蜂大王，饶过我吧。